好，我是一号候选人洪宇乐，我今天要发表三个政见。第一个就是可以建议学校建立借阅 VIP 的制度，让喜欢阅读的小朋友们可以借阅多本书籍。第二个就是争取社团课，利用现有的综合时间参加自己喜欢的社团活动，例如围棋社或是舞蹈社等。最后一个就是跟学校争取高年级适合的游乐设施，让高年级在下课的时候能够玩得开心。以上是我的政见发表，谢谢大家。请把你们神圣的一票多投给我们的洪宇乐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